音第二十四章第四十四节到五十一节，以及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三节。来，再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四十四节。所以恁也着预备兵，因为恁无打算的是天主来啦。一锥是尽忠智慧的萝卜，主人所设立，在管伊家内的人，通照是分米粮予因。主人唔爱拄着伊安尼行，迄、那个萝卜有福气。我也是在甲恁讲，主人要设立伊来管伊一切所有的。独独迄个歹的萝卜，若心内讲，我的主人在眼前，就拍遐个甲伊同做萝卜的，搁甲水旱相甲啉食。就伫无派花的日，毋知的时，迄、那个萝卜的主人要到，重重刑罚伊，处置伊甲家伙的人平等，伫遐必有啼哭加个切气。再来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二十三节。伊的主人甲伊讲：“好啊，好，佮尽忠的萝卜，你伫少的已经尽忠，我要设立你来管侪个，通让你的主人会快乐，通让你主人会快乐。”下面咱先来读这礼拜的金句，咱先来读《哥罗西书》第三章第二十三节，咱先来看一遍大意，先来三来。囡仔认错罪，就出自心来做，亲像活在主。唔是活在人，再去读一遍三来。囡仔认错罪，就出自心来做，亲像活在主。唔是活在人，话起咱先来读。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从心里做，像是给人做的，不是给人做的。这边学乐，但是我们今天所谓学乐是人要跟。